大家好，我是王老师，这里是王老师学中文，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写汉字的时候了。好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。好，我们在写汉字之前。先来一起读一下今天要学习的汉字：让、让、山、山、生、生、所、所、太、太。
好，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